江苏卫视和荔枝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顺熙。因为之前一直有听到身边的行业内的朋友推荐说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做得非常好，这一次也算是非常荣幸可以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跨年演唱会，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期待，很有新鲜感。我觉得唱跳歌手可能真的不敢当，但就是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吧。这一次会跟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唱唱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陪伴嘛，大家在一块开开心心的。我觉得都想给每一个为我打 call 的朋友评一个最佳好人奖，所以能为我打 call 都是好人，感谢。我觉得对于目前来说接触的剧本不会去太设限，就只要是跟自己没试演过的，或者是跟自己本人的性格会反差比较大，我可能会比较有冲动一些，但没有具体的设限。我想尝试学习滑雪，因为上一次去新疆拍戏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嘛，因为我是南方人，所以对滑雪就一窍不通，所以我特别想学习一下。